笑了，先不要当给他躲了，你等一下帮我装一装啦。好了好了，帮你装一装了，没问题啊。你帮我处理啊，你底下你处理啊，帮我拿不动，你处理啊。拿不动，我拿不动啊。OK 了，我帮你翻了。三十几个，三十几个。以后去年了，没得弄，龙须做我拖过了。来，看下阿弟。来，这么房间堆堆一个轮包哦。阿弟好会拖的，对，老是当的，不当的。恁这人给注意点啦，注意点我介绍。全世界上好食干贝是日本啦，啊不是日本的干贝全部好食，日本是一个所在上好食叫北海道，口味本身是食。来，互恁看下。干贝中的选择绝对是这条啊，无第二条啊，来这条。生食级的，北海道的，生食级的，北海道。我甲你麻烦，这条你过年一定要搞买。上千客钱卖三千两千，一千两。一千块，我还讲这高级的物件啊，只要够你一千两。一千了。我来要讲日本北海道生食干贝无？一千块。一千块，一千块要吃无？哎，这卖一条，我真正有艰苦啊！这做好好的物件，哎，你有在帮我点啥物菜，我无甲你卖着的吗？鲑鱼下巴我甲你卖啊嘛！你有在是点鲑鱼下巴的吗？一千多。一千多。你有在帮我点菜？你前句你手敢有看鲑鱼下巴？安尼真正我认唔着啦！你敢有相识啊？无合你相识一模一样啊？拢无，安尼我认唔着，一千多。一千多。够人要买五百的无？生食级别来到的。哎呀，这我真正感觉讲，我平安的五百真正足上。今年哦，日本崩盘，哈无啊，无在条来，才卖你五百，够有趁钱嘞，真正嘞。这好物件，恁若无爱，别在吃这生食级的，恁若无爱。哦，收命收命收命！我第一个叫着足上的嘞，恁遐顶，迄只啊七啊五，恁遐个只啊六百六啊五的本钱嘞。好啦，收命收命，无计。好啦，恁讲要吃啥物，恁甲我讲嘛，没关系啊。啥物啊？客气啦。好了，来，恁这人是啊，果冻免买啦，果冻啦，你才支持我，我无你买你是，来啊，老板，真买啦，真不买啦，还是买，还是你要吃起司鸡块，来，我即摆要画的拢含起司有关的，来恁望起来好，我即摆要画的拢含起司有关，我先给这包上好食。起司猪排内底有十块，内底每一块起，每一块猪排内底拢加两块起司，一块火腿，一包外号八百，唔免八百。上先给一个先了，两百了。拿两百。起司猪排这上好吃啊，两百块。有人要吃起司猪排无？两百块。两百块，没你做的最好吃，真心的。两百啊。两百了，起司猪排。起司猪排。这个收着，啊无我发觉起司鸡块好了。这台式，这起司鸡块不是你摸的吗？起司鸡块是啥摸的？台式怎样呢？这起司鸡块你摸的啊，我跟你摸的啊，你敢摸唔对，你搁底下你收啦！你是讲要搁侮辱我哥安尼啦？哈哈哈哈哈！该唔得个？哈哈哈哈哈！无啦，开玩笑啦。讲笑啦，人生就是讲笑啦，吼，迄拢无要紧的啦。恁家要食白带无？要食三百点套丢过来，我袂记哩套丢过来。啥要食套丢？恁要食牛肉无？臭鱼翅、安格斯甲背煎赛鲟牛，啥要食无？套丢啥要食？来，干贝鲟只两包，先给钱，五百了。五百啊！大客呢？有人要来五百？五百。我来讲，上先给钱，四百了。来，四百几啊？啥要食套丢？套丢上点的，尊重的哦。枪水无破的哦，枪水无破的哦，尊重的哦，目睭金加，你看退兵了。金吗？爱食嘛，我你开三千，开两千，我爱讲我存钱俩，先给钱一千来。来一千啦，我们放心的来。一千块，我来讲卖这卖这进前，我先把这几条卖掉。损失无啊？我来讲，三个人加买拢无啊，啊，拄仔我卖偌济，直接徛足久的拢有看。这条红马大粒的当的，你买当的，外哥爱两碗盘水，十盘的我，最后这三粒，这条红马卖150，三个俩。两百了，两百到了，要打红包了，两百，只要两两没有了，结束。哦，我自己帮你出路。不，要吃红包的无，两百块而已哦。两百。赵哥，你要吃这个红包无？好吃哦，这 Q 哦。你等下等哥吹好烧这色的啊，赵军。最后这个两百结束。哎，两百。不要炸龙烧了。不要还挂我炸龙烧了。最后这个两百拢有啊吼，都有了吼。谢谢，我会做。你过来要吃牛肉咯。你要到路边要吃无？牛肉多。
出来讲，恁免偷去动伊啊！恁免偷去动伊啦！介，你去遐霸王蟹去，恁免去遐人家食好个。我来讲，我甲恁介绍一下物件比量个好食。套餐要吃卖三千哦，一千了哦。三千啊！这两个够有你哦，一千块了。一千啊！这个少你哦，一千块。要不要请伊？这个一千块，若要吃套餐要无尊重的啊？一千块啊！来啊，要一千啊！我来讲啊，这两只够你啊，一千块了。一千够要来无？套餐啊，这个够你啊，这够你啊！我来讲啊，四个客气就好啦。啊，不，这只够来啦，这只够来啦，这只够你啊！一千块，啥要吃？一千啊！一千。一千块，人要吃套餐了，全部送啊！来啊，我来讲啊，今天真正恁送的，三个了。我来讲啊，完全无生意块，今天你搞咩？以后你吃哦，你三个价钱，一千块。一千啊！人要吃套餐无？一千块，一千。一千块，人要吃套餐无？要吃好的无？一千秒。一千，一千。拢有啊，五百有人要啊无？小家庭的。哎，五百啊！来，收收收，这个贵啊，这个贵啊，收。在心，你也莫莫莫走，我袂下落啊，快摸！哎，你安尼落啊，你拢莫讲摸啊，落啊，拢免讲摸啊。你迄落，来，我来讲，好，我阁袂记后面了，恁注意听我讲。来，你搞迄个拖出去了。哦，老啊，拢打。恁看，人要讲人参乌骨鸡，遐莫莫条莫鸡啊落啊，过落啊，我等我就袂掉。来，好，我师傅，注意听啊。我即摆变话是拖出去。我先请假给两条，恁看我水无？水当干无？用这个就好食啊！我米酒卖少呀，三千爱无？两千五，两千千五爱无？拢做咩？一个人要一份新价钱，一千啦。来一千啦！一千块。一千块，两要几个无？一千咯。这多少特别的钱？全部即上水哦，你食一千有人要来无？拖腿，包几只？一千块有人要食无？一千。一千咯，天啊，好贵啦！这是咩老皮啊？好啦好啦，我记啦，我来讲，是让你送者。一千咯。来，请啊！注意听我讲。你注意听我讲啦。好，我面你认真看，啊，我认真介绍你听我讲。我再告你，再告你。好，来，听好。我要全部招只，要食拖腿，你想要食好鱼啊？你注意听。就招只了，出来卖几钱哦？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人家，一千五，你就给走哦。一千块上面只一千，算你给的。一千啊！算你给的。嗯。今仔日你若加给一千五块人家，个人来的鳕鱼，来个人来的鳕鱼，拢未求水的，来听听我讲，这条够你。你来注意听我介绍这个，你来注意听哦。这条够你。一千。这条够你。这条够你，免瞧啊。我来落了。我来讲注意听啊。这条够你。这条够啦，家己看。我做利息啦，这收的成本上贵啊。我来讲，这条够啦。这条够啦。一千啊。去掉。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人给了，一千啊。一千啊。一千块。有人要来无？一千块。一千。一千块。一千，一千啊！过一个的，一千啊！这是不要那卖的了。五地，这你拢知我那卖啊？六地花一千啊，这地没对啊。对啊，我来讲啊。今仔日天啊，我当作回退哦，你来啦，干那今仔日尔，就当无可能发生。你知我一打不了偌济啦。我来讲啊，紧给钱啊，这地要来。一千啊！这地要来啊！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人给了，一千个，一千个，一千个有人要吃哦，全部拢好鱼啊，全部拢好鱼啊，鳕鱼、拖肚、鲑鱼拢有，一千个有人要吃无？一千，一千有人要吃无？一千，一千个，全部。你安尼讲无多价钱好啊？算你个阿莫想听。一千个。你还在卖到你个钱都无好啊？我发现阿莫懂。
好，以后是我必须着。好啦，我来讲啊，这地要搞来了，无我先发票，我收啊。呀，这个都你不要塞地啊！好啦，我给一条你，我给一条你。哎，签咯。这地够你，这地够你。下口有三块当作利用，一条够啦，一条够你。真两三四五六七八人的真正有够下面，你莫阁考虑啊！一千人，来签啊！来一千个，来要签，一千，一千，签啊！签咯！无了是恁袂捌做着，我家己用，我恁莫用，煞你搞咩毛病？我来讲，我是物件要处理尔，莫怀疑。我甲你麻烦，二四六七个楼，一千楼，一千块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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报这个呀，一千块，三两个，我无可能讲得着啊，呀，今日你咪当作水果啊，你做做来演技啊，两个，你系点咩啊？一千楼，看起来寒寒点咩啊？我一个人食食咧卖你啊，报这个呀。一千块，几个人？一千，一千啊！原来我只花一下股，我干嘛呢？对，今天啊，真正抱着我，今天中午啊，你知无？来，千万别别，无就死啊！莫个啰嗦。好，算你，你过我，我家己用好啦。啊，多余的时我学余的时我拢来。我见我来休息，我都无，拢莫勉强的。啊，莫勉强。啊，你要想的，你应该唔要。拢有啊。无就收啊，一千块要来吧。一千啊，一千啊。